大象不是在迁徙的路上，就是在找吃的路上。只要有吃的，它们都会饱食一顿，无论是香蕉还是茶园的芒果，又或者是农民种的玉米。这头小象好像对拍到它偷吃玉米不高兴了，这是要求删除视频吗？大象工作人员会在引导它们走向或食物紧缺的地方投放一些吃的。这是拍摄到另一个原始视频，仔细看你会发现大象剥了玉米壳才吃的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现场资讯。